真的很像血，太红了啦，可怕。那在地老师念念屋，我们今天来玩的是这个。这个就是一个很酷的酷东西，它是可以自己做立体的摇摇卡，它是有点像孤卡，然后中间有东西是立体可以摇摇的哦，然后它还贴纸可以装饰，而且它是自动摇的，非常好。它有一个机器可以让这个东西自动的摇，装电池的？没有，不需要电，然后又可以自动摇，酷吧？这是里面的东西，对，它感觉可以做蛮多个。它这是里面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是外面的框框，所以是可以做六个。然后有一些亮片珠珠，然后还有这个贴纸可以箍哦。然后这个是它最后上面的装饰还是一个。那我们来玩看喽，要怎么玩？可以选一个喜欢的形状扣上，哥哥这样子是一个漏斗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加这些亮片进去。搭色啊，你就乱丢。没有啊，粉红色啊，都是 pink。然后嘞，我们要加水。我觉得我用这个会用很久。用到了就好。哦，漂亮耶！新起来一些。你觉得就那些就够了？太多会觉得很熟。好像也还好。你要不要拿我们的一些？不用，没关系，就先这样做。你可以加大颗的星星下去，然后附给这种感觉。要把这个。然后我们把它放回去。你知道这个东西，其实你也可以用手把它摇一摇，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需要一个仪式感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要全部藏进去。可以估一下贴纸。哇哦，这个贴纸要慢慢撕，不然会烂掉。我已经估好了。已经估好了，这个贴纸。对，因为这个东西贴太多了很丑，因为它主要是后面那个礼物。然后如果你想要换那个别的颜色的瓶子，就把这个东西摆起来就好。它就是这样子，像一个吊饰。很可爱的，那我们再套上珠链，有没有就很有吊饰的感觉就出来，还有孤卡感，这样子，这个就是很像一个立体摇一摇孤卡诞生哦，可爱。你想要第二个做什么？有猫咪耶，我有金鱼，两种金鱼，它是纸的吧？来，不怕烂掉哦？哦，不会不会，你给我胶带。胶带的话久了还是会破，其实好像也是可以。因为它放在里面，它粘性就消失了。我是觉得要用这个吧，水珠罐的感觉吧。这个吗？对，好。然后我们现在装饰东西。哦，这个一定很美，适合海洋。对，像美人鱼。我要去挖我的东西。带了我的材料的。Thank you。啊，你没有用那个啊，漏斗那么多。哦，没仪式感了已经。太多了吧，好像有点怂。对啦，应该还好。然后再一点这个的，太多了。这个东西很赞，这个。OK。哦，好漂亮啊！鱼进得去吗？掀盖，好，再回去摇。掀盖好，带仪式感。哎，不可以用手摇，那个机器才有。为什么看到这种东西就会莫名其妙想要去就 shake it shake it？ 知道要多摇几遍吗？可以这样前后前后。对对对对，哇，好激烈！好美呀，它不会粘住哎。好有仪式感哦。然后特写卡下去。哎，反了反了，为啥？哦，来喽！Perfect。那我们要
要估一下吗？可是你估就看不到。还是可以啊，因为它反面还可以看。哦，鱼在后面呢。完蛋了，它翻车了，它翻毁了，我的天！我来估一下，再反过来。哎，鱼这不就回来了吗？还要在光下面看才会美。看一下你有没有做好的。换你做一个好不好？好啊。好可爱，很漂亮。我要很有仪式的把它挂上去。我们来做爱心的猫咪，两边有这个卡榫，把它这个卡进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先用它里面的黄色的。感觉这个下不去啊，这个要从这边丢，所以这丢东西是直接丢，然后水才是要用漏斗。猫咪的。你知道我家是婴儿泳，你如果想要让你有海洋的感觉，是蓝色的水跟是哦婴儿泳。那我在做什么？那我把它倒掉好了，好像也可以啊，可以。这样好像也可以啦，因为油一定会在飘，一定会分开啊。对，反过来的版本。shake it shake it， 呀，变好恶心哦，好混浊的感觉。这个好丑，拿去倒掉。你要重做一个蓝色的水在这里，蓝色的水挤下去之后，剩下的全部都要倒婴儿泳，这才是这样子哦。大概一半一半。哇，你这怎么没有拴好？哦，这样才对。嗯。欢迎谢谢家。用我们粉色猫咪 ，Hello。哎呀。哦。就是这个感觉。OK， 好，就是这个感觉，有没有？那你要估一下，不然太素了。换我做。你要做什么的？粉色。你要先加东西进去，这是我自己的，因为他们的我都已经做过了。觉得我只能加一点点下去，不然的话会太好了。这样子下去，真的很像血，太红了啦，可怕！加一点点下去，小小板。说好的梦幻呢？擦一下，外面太油了。
shake shake。心脏的感觉，酷哦！来酷卡喽，这样好看吗？你看我那一坨红色的血会在里面动哎，有没有看到？很可怕。你在做什么？他又在做其他的东西了。这是做小瓶子，这两个是他刚做的。好热！看呢，来了。都黑的、啊。没有啊，变紫色，会倒掉一些。失败了吗？没有，哎，等一下。很漂亮哎，紫色的，好像有看起来像灰色，就不够紫。很难调哎，紫色。紫色就红椒蓝。我刚刚调了很多个紫，然后这个瓶子为什么一直漏？包尿布哦。好看，你要这个仪式感都没了，你看自己在那里玩了。应该先加水再挤进去吧。怎么变蓝色？把它混在一起。Why this color is so dark？ 现在到底是什么颜色？又是这个灰！我们有没有紫色颜料再挤一下？没有紫色颜料，没有紫色颜料，紫色颜料。等我，这就是今天做的了。大家可以在下面留一个，我说喜欢哪一瓶。那你自己的话，喜欢哪一瓶呢？我喜欢这一个。那最 NG 的是哪一个？它旁边那一个。这个吗？紫色的。你调成紫色，可是其实也还好，没有很丑。很丑。很丑吗？是我贴了那个贴纸。挡掉了。我觉得这个好好玩。好玩。就如果你不喜欢的，可以把它倒掉。可以重复使用。对。重复制作。我选择表弟也不接，拜拜。为什么这么黑？在睡觉，看你玩的。哎呀，紫色好难调，我懂我了。这个是太紫。我的妈呀！